北市长柯文哲昨天说前市长可以去死一死，还说小时候常被母亲这样骂。柯文哲的母亲何瑞英稍早对此做出了回应。我不知道爸爸的啊，你们我爸爸的不是讲你哦最不好啦，啊伊的哦不要讲啦，就讲安尼，讲一些讲安尼哦，我嘛无啥赞成啦，哦，免讲安尼啦，啊。虽然柯文哲的母亲否认也不认同，不过郝龙斌认为这已经影响到了选举。